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前两个月一波接一波的梅雨封面，浪位在苗栗的鲤鱼潭水库受到不小的助攻。目前水库的水位在睽违250天后已经接近满水位，现场可以看到全台唯一的巨齿状溢洪道不断自然溢出无数的丝状瀑布，一大早就吸引不少民众来欣赏。我们地下稍早的访问，非常的壮观的哈，看起来也蛮漂亮的。早上空气比较好，就来这里附近走走啊。看到心情如何？哦，非常舒服。怎么说？因为缺水的时候真的很可怜啊，现在满了可以溢出来了，那表示都什么都解决了。可以听到民众对于能看到这季节限定美景都很开心，也有摄影师拿出相机记录下这难得的一刻。巨齿状的溢洪道溢流出无数丝状瀑布，化作一道白色帘幕，大量水流往下冲，激荡出磅礴的气势。而想欣赏这限定美景，也要好好计划一下。本周开始即将要结束今年的梅雨季，进入高温炎热的夏季天气，高温普遍都有33度以上。早上普遍天气晴朗，不过下午还是有机会出现短暂雷阵雨情形，出门可要备好雨具。以上就是现场情形，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